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起子。好，我是张张。我是欢欢。好像有点是搞笑的，做直播的那个。哎呀，我这就能看吗？哎呀，大家一贯对于我们可能认知就是我们会跳舞比较搞笑啊。今天所以想来节目突破一下自己，让大家看到好身材不一定就是我专门搞体育、搞健身、搞健美，我才是好身材。是打破外界对于我们的定义，对于我们的标签。我们不只是会跳舞的网红。放射科技师张天元。术业有专攻吧，就可能我对他们不了解，没有参加过什么力量测试，但我感觉我的力量就是很大。我来参加节目，可能想让大家看看普通人素质也很强。护士傅从英，教师傅长月。我要有好的身体，我才能跑得更快，提急救箱提得贼拉好。原空军雷神突击队队长杨远。运动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跟吃饭喝水一样。投行经理王凯轩。中医袁山。所以我觉得运动在我生活中呢，更多的是一个调剂品的状态。然后无论我生活中是否有烦恼，然后是否有很多的工作压力，运动都能为我带来一定的喜悦和成就感。刚才那个女老师我喜欢，看着就像咱们普通人。就是一个人出来了。搬运工庞关心。搬运工的体力应该我觉得很棒。其实搬运这种属于劳动，劳动是被动的，运动是主动的。我叫庞关心，职业是一名扛楼工。我只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男生，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世面，甚至我来到节目组，我都是第一次坐飞机。既然普通也有普通的不一样，也许可能我感觉，如果你通过你自身的努力，也许也有改变的机会。我觉得他来到节目会很开心，对吧？下来吧 ，OK， 下去了 ，OK，OK。Okay, okay 他好像不好意思了。来吧，冒昧。所以他把这个工作当做一个锻炼的方式吗？他可能就是工作造成的，他慢慢的这些肌肉的什么，